今天就讲哪只呢？就潜力股，讲只安港啊。潜力所在是什么呢？次次地形成一个长方形啊，以致是当是头肩底都可以。可以当长方形，基本上这段时间是3.37至到4蚊左右上落，咁亦都系有头肩底嘅初形，因为咧佢呢两个位咧明显系低吓、啊、高啲嘅，咁呢两位咧系低啲喎，呢两位咧就双头啦，系复式头肩底，咁而家咧就升近个颈线啦，今日咧系再次逼近颈线啦，3.95，咁佢高位咧系4蚊到就系、是、一个颈线，差少少嘅啫，咁如果突破咧就都有几都唔错升幅啊，有成6毫几子。的升幅，咁六幾支都不錯啦，3.0的股，咁所以咧可以留意住啦。咁特別是咧，今日咧除了去升之外，其他鋼鐵股都向好嘅。咁特別係馬鋼做得好啲，咁重鋼咧都係有啲升勢。而好似市場咧就係對呢類股份咧係個興趣大。呢度都係講翻同琴日我講嘅概念都係相似，都係啲基建相關、啲建材啊，成日都係受到投資者留意嘅，所以可以留意住啦。咁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就都博佢有短線即係投機嘅潛力，咁就可以用呢個做3.7到啦，作為一個止蝕位咧，或者有呢個吸納位啦嚇，博佢咧。而家會回之後有機會咧，就再上一上咧，衝穿咗4蚊咧，就唔錯啦啊！到時咧就有機會賺到錢啦。